毒竟然卖到随身携带点钞机。高雄市有一名绰号蟑螂的男子在大高雄地区贩毒，他不但随身携带点钞机，还亲自宅配外送到家。嚣张的举动被刑大干员当场逮捕。刑大干员大马路上当街逮人，并将绰号蟑螂的男子一举压制在地，并从他的住处截获200多公克安非他命、海洛因等毒品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名毒贩赚很大，不但亲自宅配毒品上门，本票现金全都收，还随身携带点钞机，让刑大干员大开眼界。宅配到家，甚至以零钱，本票都可以。毒贩呢，有购买点钞机的应该很少，他不惜成本买了点钞机，来作为节省人力的一个点钞，顺便能够验钞。据了解，这名绰号蟑螂的诚信男子生性多疑，身上放了十几只经常换门号的人头手机不说，还租了好几个租屋处，企图规避警方查缉。不过就算狡兔有三窟，最后还是逃不过警方的法眼，全案依法送办。